二十三章。上一堂课咱们讲到了二十三章第一节和第三节，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把难担的担子搁在人的肩头上，自己却一指头也不动。这边说他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讲到这个地方，谨守遵行，谨守遵行什么呢？法利赛人吩咐我们，吩咐犹太人的，那吩咐那些人就是什么？守律法，是不是啊？法利赛人吩咐的就是叫人守规条，就是守旧约割礼，而割礼也是预表基督。在旧约的割礼预表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我们达到了，是不是啊？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割礼，凡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了。所以律法要求所有的事情我们已经都达到了。怎么达到的？因信，因信心与主联合达到的，是不是啊？是的。那么耶稣达到就等于我达到，我住在基督耶稣里，耶稣达到等于完成了。所以法利赛人他吩咐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都做到了，是不是啊？所以这里面说他们所 教导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下面说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这提到行为，是不是啊？是的。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那他们的行为是什么行为呢？假冒伪善的行为。比如说你看这不要求行为吗？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他们是守律法，守出来的结果是假冒伪善，是不是啊？我们今天不守律法，我们的义是超过他的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我的义怎么来的呢？因信。罗马书第九章，我的义怎么来？他的义是怎么来的？他是追求律法的义，我是因信耶稣基督而来的义，这两个义一不一样？不一样。第九章，我们看第九章第三十节，第三十节啊，这样我们可说什么？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这是不是指外邦人说的？这一句话有对外邦人说，也有对犹太人说的这一段经文。所以这一段经文你不能把它都应用在我们身上，因为有对外邦人说的话，外邦人说的话怎么说的呢？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怎么得的呢？就是因信而得的。所以我这个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的义是耶稣加给的义，是神的义白白的加给我的义。犹太人怎么来的义？我们往下看，注意看，这样我们可说什么？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不追求义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他追求是什么义？律法的义。那你要追求什么义？那么犹太人追求律法义，最后他的行为是假冒伪善。因为追求律法义，圣经明说着，没有一个书写记的靠守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是称不了义的。因为神的义不在律法以内，乃在律法以外。那我上律法以内去找神的义，能不能找到？找不到。找不到，结果没有义，我就得装，是不是？我装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啊？假的，假善，假爱，假义，是不是？假聪明，假智慧，假道，对不对？全部假的。最后就成为一个假冒伪善的人。所以主在这个地方说，你他们所教导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
然而你们不要笑话他们的什么东西啊？行为，行为。那他这个行为是他行为不好，是因为他的行为没想好，还是因为他靠守律法本身就没有行为？上帝是责备他没想好啊，还是不叫他？有许多人这个地方分辨不清楚，神是不叫他，他们非要靠肉体去守。靠肉体守立的是谁的意？人的意。举的是谁的行为？人的行为。那人的行为不好，就得冒，就得假，就得装。一装出来，结果就是假冒为善。这是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原因，对不对？对。那我们今天多少人把这话，犹太人没想好，他没装住我装，他没装好我来装。你整来整去，你还是不过是步入犹太人的后尘，是不是？你整来整去还是效法犹太人，根本不是效法基督。我们今天怎么能够效法基督？啊，我是因信，一切因信，前面是信，后面还是信，是不是？我一直凭着信心到底，凭信心接受的是神的意，所发出来的行为是神要的行为，是圣灵结的果子，是不是？是圣灵在我身上更新结出的果子，和犹太人靠着守律法自己靠肉体成全一不一样？不一样。所以这里面就说两个人，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他得了义；不追求义的犹太外邦人，他得了义。因什么得的？因信。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犹太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往下看。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就是这正经的绊脚石。耶稣要求的这个性，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不是叫你行为比他们更好，他们守住你守住，你行为比他们更多，不是这个意思。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你不要效法他们，靠着你自己来努力要有好行为，一定没有好。神不让人靠肉体努力，神不让人靠肉体绑定。他行为不好，原因是因为他靠肉体，是不是？他打鱼没打着，是因为他进去扎猛子，像那小鸟去抓鱼没抓住，对不对？为什么有的人打鱼能打住？因为他用的工具对，用渔网，对不对？我自己抓住，我用渔网吧，能不能抓住？能不能用渔网能不能抓住？你得会用的工具。犹太人用的不是信的工具，用的是守律法的工具。用哪个工具？这大肉体去守，出来的结果一定不是好结果。我们是凭着信心，圣灵在我身上更新出来的结果，哪个好？所以我们的行为不要效仿他们的行为，他们行为是守出来，我必不要我接受圣灵更新，好不好？圣灵更新出来的行为要比他们守出来的行为守得好多了。你是属天的，是你用肉体反的再好是属地的，对不对？你守的再好是属地的，不是属天的。这个地方听清楚了吗？这个地方是何等的关键呢？这个地方，如果你没明白的，也可效法他们的行为，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得好一点，就故意犯自己的行为，就用一个肉体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你做出的结果还是不如犹太人的后尘，而效法犹太人。他们没行好，那可能是没行好，耶稣责备他们没行好，下面我行好。你说你明没明白？明没明白？没明白。你根本就没明白，你压根就没明白。就刚才我在那岗子上，刚才上过给我，你有一个熏羊的人又上来跟我又谈了一大堆，叫上帝的丫头齐六宁，完了之后就跟我俩谈了好多。我说你以后你不要跟我说话，你这样人我活着不如死了，你别跟我说话。我说你怎么骂人呢？我说我从来没骂过人，我骂的都是不是人。这两天跟我说话，我觉得他生气的，他根本那脑袋都像榆木疙瘩的。徐明阳那么大的错误，他竟然没发现。徐明阳七八年我们就认识，
就是我们认识七八年了，在网络上就认识，让我把我所有那个讲道的那些东西我都发上去，我把我讲道的就是家庭聚会有三弟兄他们去教会的错误都发给他，这下可好了，他自己发明出异端了，发明出异端就开始在网络上自己发明出异端，所有跟他不一样的都是巴比伦，没有三一神，从来没有三一神，就一个神。你看看，完了，信主的人也可以被鬼附上，你信的再好，最后也可能是变成魔鬼的儿女，对不对？你也可能变成迷信，你可能也变成神的儿女。魔鬼儿女变神儿女，这话有吗？没有。是神的儿女，从创世纪以前就是神的。是，对不对？对。不是神的儿女，从创世纪以前就不是神的，是不是啊？嗯。这圣经明说的，他说你要悔改好了呢，就是神的儿女；悔改不好，就是魔鬼的儿女。这是徐明阳的道理。他是亚比念主义，你就今天得救了，不等明天得救。你今天得有什么，不等明天得有什么？你说这个话矛盾不矛盾？你得永生的人就永不灭亡。他说今天我们走在永生的路上，还没有得到永生，正走在永生，我们成圣还没有真正成圣的，都是老祖宗遗传的一套东西。他反对这个祖宗遗传这个教育，其实他刚刚接触了一点点的阴性主义，前面讲后面好，跟这家庭聚会没有什么区别。他讲的错谬不是一个地方，那多的是错谬了，就没有办法错谬，错谬到他那个地方，那就是更加深更深的一步错谬，可以说是错谬的总和都在徐明阳身上，整个聚会总和都在他身上，而且有一群死党跟从他，那些被迷惑的夏娃就跟着他跑，在网络上影响了很多很多人。你看，就有卖的，就有买的，像徐明阳这样子的，就有卖的，有买的。一样告诉他，那你给我讲个预定，我不等，我也不讲。你看，不懂上去讲什么？那你告诉我，你讲一下三一神，我不懂，我也不讲，就这样，简直糊涂透顶。那我们今天看被法利赛人和犹太人说的话和对外邦人说的话口气一不一样？不一样，那口气都不一样，对不对？最后我们会讲对儿子对母仆说话口气也不一样，是不是？那对儿子说话的口气绝对是温和的，对那些奴仆说话绝对不是温和的。同时我们在这里看到犹太人想追靠着律法追求神，追求义，能不能得着呢？得不着，得不着。外邦人为什么得着？就是因信而得着的义，对不对？那我因信得着这个义，这个义是神给的。当我自己去守出来的是谁的？我的。我守出来的是我的。当我立我自己的义，我就不服谁的义了。谁的义？不是，明不明显？所以这里面说针对性。圣经话里的针对性，对那些律法下的人，上帝就直言不讳的去直接攻击他们。耶稣实际在攻击那些个犹太人，把他们的错误给他们拿出来，那个脓包给他挑破了，告诉你失败在哪里？你为什么你会是假冒伪善？耶稣在这个世界上，那宇宙的君王来到人间了，来指出了犹太人这个错误。是不是警戒全世界的人？是不是啊？凡假冒伪善的人，你都注意了。你是冒出来的，你是伪装出来的，你是自己来那编出来的，你是靠肉体守出来的，你根本不是因信心而来的义。所以这样的人是假冒伪善的，不真善，对不对？真善从神来的，假善从人来的，真义是从神来的，假义是。从人来的，对不对？真智慧是从神来的，假智慧从人来的，就分清楚。所以这里边就直接告诉他，你们不要效仿他们的什么，不要效仿他们。原因是人坐在摩西的位置，是不是啊？开始就开始装了，是不是啊？坐在摩西的位上就装什么呢？装善，还装什么？装义，装义，
装智慧，装聪明，装老师，在你面前都称他，你称我为拉比。耶稣当时就天天他这样，耶稣说你不要要做大，好不好？不要做大，在教会中间都是弟兄姊妹相称，好不好？没有父亲，没有大个的，好不好？骆驼大，大象大，但他不能进天国，非要做大的，要做骆驼那个活的，早晚他就要做奴仆。骆驼大得做人的奴仆，在人的胯下骑着，对不对？大象也得在人的拳下，不要做大的，耶稣叫你做小的。而犹太人坐在摩西的位上，他装大的，叫别人敬重他，装尊贵，愿做筵席的守卫，是不是？愿在十字路口和会堂中间祷告，叫人看，不一叫人边祷告边搁眼撒，看谁看我了，装，是不是？东北人那个地方要装，就上去给一炮，也不管认识不认识，上去给一炮。为什么？因为东北人一看他装的就气得不得了，不能装。你喜欢装的人吗？喜不喜欢？不喜欢。在人前一套，在人背后一套，你愿装的人。那么耶稣基督在这里，耶稣也烦，耶稣最烦恶的就是装的人。犹太人就装，装义，装大的，装尊贵，装良善，是不是？就给他看，你看看，我敬虔，装敬虔。全装出来，伪装出来的，所以耶稣叫假冒为善，冒出来的，是不是？上帝要的善是天父的良善，所以耶稣只说一句话，说良善的只有几位？一位。为什么这么说？是不是要你接受这位良善的主？良善只有一位，除了在天上不没有良善的了。你要不把他接到心里头，永远不会良善。是不是？就肉体，保罗说，在我里头，我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那没有良善，在众人面前为了显良善就得装，为叫别人说好就得装，装出来的别人就说好好真好，人耶稣的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什么？可不可怜呐？今天教会就有这么一部分人呐，那法利赛人当时就出现这么一伙人，接班的。他们都是法利赛人的后代，是不是啊？都是法利赛人的接的种，那种不对。你看，这都是假冒伪善的。你上教会，你们你得装，你也得装点儿，板着板点儿。谁让你板了？没板那个人都能进天国，板那个人进不去天国的，对不对？因为你现在不肯，你板的目的是什么？拒绝圣灵的更新，是不是啊？那我们今天，我们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不一样的，佛教和古代几神靠肉体的修炼，这一个人修炼就要地神认佛，就用肉体修炼。古代几神，道教是这样的，伊斯兰是这样的，所有的宗教都是靠肉体，对不对？古代几神，唯独我们基督教和所有宗教不一样，就是因信而得的义。我们有靠谱，他们连靠谱都没有。佛教靠自己，因为佛是自己的智慧，就告诉你怎么修炼的方法，是不是？道教也是这样，上找个深山老林，到那里把胡子修白，是不是？其他那些宗教，包括了加密山上那巴利先知，都是古代女神，用刀割自己的肉，割出血来，证明他的巴利神听了，是不是都是古代女神？你要古代女神，你跟他们有什么两样？你靠修跟他们有什么呀？我们看看，耶稣不让有效法他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要谁要要求我们靠行为称义，他们的行为是不靠信心的行为，没有信心从人里面发出的行为，对不对啊？他们这个行为是假冒为善的行为，没有善心装善的行为，装大装善啊。专爱专义这样的行为，有的人你看您要求行为呢，你怎么不讲行为呢？我讲行为啊，谁说我没讲行为？我讲行为讲的十六讲呢，
有几个人去看呢？神要的行为是这行为吗？不是，是法利赛人的行为吗？不是，是弟兄姊妹，你们肉体的要好好的行善，是这个行为吗？不是，在地上好好行善，记得。是这个行为吗？不是，不是，不是的，不是的。善行有明显的，也有不明显的。这个圣经你说的很清楚，有明显有不明显。那明显是什么？善行明显的是什么？啊？有一些善行是明显的，有一些善行是不明显的。不明显的，那就说明这个善行啊，和用我人类的标准、用我的眼睛的标准、用我心的标准是不一致的，对不对？和我们的想象是不一致的，和我们人类这个标准是不一致的。你信不信？喇叭接待使者是善，所以撒谎的是善。你信不信？是不是？是。你这里进迦南地杀迦南七族，杀人是善。你信不？是。你不信？你看旧约，以色列上帝就叫一生就杀人，不是杀马亚玛利人，就杀非利士人，就杀那些亚斯他录人、迦南七族的人，就是一生就杀。你信不信？要不杀还不行呢。不杀是作恶。杀了是行善。能理解了吗？啊？理解了不理解了？所以这个善不一定是干好。在上帝眼里看，这个善不一定好。以杨浪献一掌这件事，按人来说，那是无逆的事。杨浪敢以以斯玛利河下去，按人说那是无情的、绝情的，是不是？用人看，这不管怎么的，这是小宝贝啊！啊，这不管怎么的，在你给你生个孩子了，那怎么说无情就无情，就赶出去了呢？还家产什么都没给，就给一批战士和几张兵就给赶出去了，行不行？行。但上帝说这是个好事。分用谁的眼睛看？谁的眼睛？对不对？对。所以我们不用我们自己的眼睛看。我们的眼睛是有误的。有的时候会看错的。是不是？对。会把船正道的赶出去，把船异端的接进来，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眼睛是有误的，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中间神启示出来的话语。所以上帝教我们行事为人，不靠着自己的血肉本领，不凭眼见，只凭什么？信义。靠圣灵得生。就像靠圣灵得生，神赐给每一个人一个圣灵。为什么要把圣灵赐在我们心里头，住在我们心里头？我们被一个灵传带，这个圣灵它能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是不是？当我们想的时候，我们可能把上帝的话，比如上帝，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你这么做和我这个心里头有不一致啊，就是跟你不一致的才叫道，对不对？要跟你一致的不叫道，是你的想法，是个人的想法，听懂了吗？听懂了。道总是奇妙的，什么叫奇妙？超乎你所思所想的，你想的和上帝的道不一致，如果一致，神就不用拯救你了。你想的我在上头赚钱，我在市场活得很好，什么的都好，要什么有什么，这是你想的，是不是？上帝说，贫穷的人有福了，饥饿的人有福了，那些饱足的人有过了，富足的人有过了，是不是这么说的？总是和我们的理性上是反着的，所以我们今天放下我们个人的意念，归向上帝。阿门，好不好？啊，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意念，总是超过你所求所想。你超过你了，你想象的根本和上帝的那个旨意正好是反对的，所以就放下你自己的想象。行不行？行。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发现这么多的奥秘。都是从来你们没看见的。我跟你们讲这么这几年了，是不是两年多了？这两年多你们得到了吗？得没得到？有时候没得到，没得到那人肯定在底下就那
是不是啊？嗯，没得着肯定是有没得着的原因，有些弟兄怎么就得着？得着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住在看这个道，不住在听，一下就听明白了。哎呦，我终于明白了，我从前怎么那么糊涂无知呢？是不是啊？那么今天耶稣说不要效仿他们的行为，是因为他们行为坏，是他们行为不合乎人情。我告诉你，犹太人的行为最合乎人情。嗯，不合乎对不对？不然的话他在世界上做买卖，犹太人你根本做不过他，最合乎人情的，但不合乎神的真理。你信不信啊？信。所以主不让你效仿他的行为，那在人前装的可像了，说话小声小气的犹太人呢，从来没有大声喊的时候，温柔的。到敬拜的时候，靠着那哭墙开始哭，敬不敬虔？不敬虔。外面打扮的敬虔不敬虔？敬虔。但耶稣基督缺，给他下了一个汉语，就说你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就结果是有祸，对不对？你主啊，你这干什么呢？你犹太人那么好，你看你真有祸了。再好，他拒绝上帝的救恩就是不好。嗯，是的，对不对？对。我们中间可能有弟兄姊妹有一些先天性的温柔，算不算温柔？不算。先天性的说话小声小气儿，像猫似的，喊一声像猫，呀叫一声，温柔啊，特别温柔。是啊。这等不等于属灵的温柔？看来属灵不等于啊。也行，你看人多温柔。那东方闪电来了，个个都温柔。嗯，你骂他他不还口。嗯，你打他不还手。对，个个都温柔。到你家里说话小声小气儿。嗯，没有啊，有爱心。你爱他都是不是？但这不证明他是属神的，对不对？对，他拒绝了救恩，对，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再温柔，用双关的话语，你也不要听他的。嗯，好不好？啊，我在乎他外表怎么温柔。耶稣基督讲到其实不温柔的，耶稣说你们要什么心里，我心里柔和下面，你不要欺负人，是不是这么说的？其实耶稣讲到的时候一点都不温柔，你信不信？耶稣讲到责备人的时候显得公义，对不对？被人议论的时候，是不是啊？他从来不做声。耶稣基督不温柔，按照外体这个这个肉体呢，没有一样讨犹太人喜欢，犹太人不喜欢，所以拒绝他们。你说你是上帝的儿子，谁信呢？你瞅那个样，面容不高的，瘦弱，个子矮矮的，你怎么是上帝的儿子呢？他不信呢。你穿的再好也没有用，你长相不行，是不是啊？要像扫罗王的高人一头的。这样来的，长得特别俊俏的，骑在高头大马上，这样威风凛凛的，他们就会接待的。这才是我们以色列的王呢，是不是？这是我们求的王，耶和华终于赐给我们一个这么俊俏的王，凭外貌断人，是不是啊？是。这就是犹太人他的心，按外貌断人，论断那些人，用律法的规条论断每一个人，是不是？总看别人眼中有刺，却没有看到自己眼中有眼睛，这就是犹太人。所以不要效仿他们的行为，他们给自己摆出来一个标准，完了就照着自己的标准去衡量所有人，是不是啊？但上帝用最高的标准就是基督，这个标准一衡量，他们没有一个合格的，都是假冒伪善，是不是啊？是。所以外表敬虔不等于敬虔。嗯。好不好？好啊！实真实敬虔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敬虔，道在肉身中显现的敬虔，好不好？啊！谁说敬虔？我们很敬虔了，那叫给你多敬虔呢？夸口。嗯。敬虔是不是在你的教会敬虔？嗯。这个教会我不在基督耶稣里，不要谈敬虔的事情。嗯。在基督耶稣里的，以凭信心的人是真正的敬虔。是。对不对？对。犹太人现在假敬虔，假外假善假义，到主面前都行，告诉我不要效仿他的行为。好，再看啊。
下面说，他们把拿那个担子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却一指头也不肯动嘛。那担当的担子是什么？啊，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劳苦担重是自己担当的，对不对？但是罪恶的担子，但是世界的担子，但是被撒旦捆绑的担子，但是被这个律法这个各样规条的担子，都在他的担子。还有女人自己担着的罪恶，无知的妇女。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使你得享安息。这里面他不，犹太人本身他是律法师，他自己不担担子，把这担子捆起来和别人肩扛，这捆起来表明有许多的捆锁，对不对？有许多律法规条捆起来，你来守，我不守，你守，我是老大，我是那黑社会老大，你们守，你们守好了，完了之后我看着拿你们的肉体挖口。割礼、律法、规条、节期、月朔、献祭、礼仪、会幕，各式各样的许多规矩，老多的规矩了，都捆起来。他们自己不干，他放在你面前，叫你来，你们来干了。牧尼行拿你们身上挂钩，先割礼了，到八岁了，八个月，八天就先割礼。男孩子所有八天先割礼。是不是啊？谁要不受割礼，不守摩西律法，就不能得救。这个话在哪儿？你是认你也不得救，你肉体上没有行为不得救。就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一节，好的吗？十五章一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就是已经是弟兄了，对不对？教训弟兄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律法受割礼，不能得救。要问弟兄姊妹，得救和割礼有没有关系？割礼是肉体上的事，对不对？得救是因信就可以得救。你们得救是本乎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不是跟自己没关系，得救和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是神所赐的，我要谁得救谁就得救，是神有这个主权，对不对？那这群人说，你们不按照摩西的律法受割礼就不能得救，把割礼和得救给挂上钩了，错是对的，错这样就引人入教，就成为地狱之子了。那得救如果加上割礼才能得救的话，这就救了整个翻盘了。是不是啊？神拯救人的救恩是恩典，白白给的。你只要信，白白给你，接不接受？接受就是你的。是不是？神白白给的，你就能白白接受，你就是得救。那和割礼挂上钩了，这是不是难担的担子？是。你手一把一条手一条能守住了，你都不能得救。你谁手？你得装得好了，像装的像我这么远，是不是？你不装远的，不能得救的。目的是什么？都效仿他，是不是？都效仿他自己。我是你假冒伪善的，所以你们效仿我，我也你也是假冒伪善，咱俩都假冒伪善。但你不假冒伪善，我假冒伪善的，你不好保守。我是老师。我是拉比，你们的效法我是拉比，是不是啊？你看不看出来？犹太人把人都领到哪去了？领到主面前，神面前，是领到自己面前。以谁为标准呢？以他们自己为标准。你效法我，受割礼，不受割礼不能得救。不但他这么传的，保罗当时在整个的在小亚细亚以及到罗马那边，是不是啊？希腊那边传道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差派人去干什么呢？传律法，奉割礼，是不是啊？目的是什么？把所有的人都牢笼在哪一下？律法一下。保罗在前面撒，他在后面讲，
人，亚玛力人，一不一样？一样。犹太这个以色列的进迦南地的，那迦南西族干什么？还有那非利士人干什么？啊，他们众光天，他在后面干什么？毁坏，做毁坏工作。那么犹太人其中就是毁坏神造的一部分人，而且他们这个人，犹太人所留下这个根，一直蔓延在到现在。我要说呢，我说达尔文放个屁一直臭到现在。达尔文放什么？人类是什么？猿猴进化来的。你看看没？到现在中国人还以为人类是猿猴进化，一说呢，这人类有多少年的历史啊？这几亿年、几十亿年在哪了？这依据在哪了？找不着依据，那科学家，科学家在哪了？怎么研究出来的？用什么方法研究出来的？先前没有你，幕后没有你，你从中间出来，你怎么研究出来的？啊？突然从这地上冒出来，你就说这人类有几亿年、几十亿年，对吗？对不对？不敢说话，你这人类多少年他都不知道。人类多少年？不知道。人类多少年？人类多少年？人类多少年？不知道吗？真不知道假不知道？你查不就查出来了吗？人类到现在不到一万年的历史，说几十亿年，你是纯属胡说，造谣言呐！就查那人那个整个的那个一代一代的查，从亚当。一直到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多少？咱从耶稣基督到现在多少年？别说那家谱，那马太福音那家谱看不看着？一代一代有多少岁记载在下面？不超过30岁、50岁、60岁的生人呐！你往前往前解，一家不就完事了吗？是不是很简单的事儿？一万年的，几十亿年的，几百亿年。上千亿年了，这样说的越久远，也证明我是博士，是吧？我是超博士，博士中的博士，博士后，我多有文化呀！一下把人类的弄那么远，啊，几十亿年、几百亿年我都知道，你知道个啥？你是大知了。圣经记载的准不准？圣经记载的是准确的，有许多的人他糊涂就跟着那科学证明。以上那个人与自然，我就愿看到动物世界人与自然，那个老虎吃那个吃那个角马，老虎吃那个狮子吃那个长颈鹿，我就看那个演那个吃那角马吃那个水牛，我就看那个背景，我就看。你看那个水牛被圈住了吗？我就看别看到，一看到那个解说员，我气的我那气不打一处来。那解说，这得几十亿年，这角马也在进行进化。我给我气的，几十亿年角马在进化，我说你咋不进化？你越来越老，怎么不越来越年轻呢？现在傻小子似的，那傻小子河里头两个有文化的人在那，他大姐和他二姐没有文化，在那扯。问那大姐夫，问那二姐夫，那个二姐夫问大姐夫说，那鸭怎么会在水里漂呢？怎么会在水里？它爪那爪子不动不游，它怎么也在那漂着呢？不在理儿。那大姐夫说，他是文化有文化的人，那是有羽毛，有羽毛才在水里头在漂着。那老三搁那边没有文化，搁那是擦一句，那葫芦头子进水里，他也没有羽毛，怎么在水上漂着呢？你家一个憋住了，对不对？这讲那些没有用的，人类到现在只有不到10000年的历史，是不是啊？那个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被耶稣基督定为假冒伪善的，而且耶稣基督告诉不让我们效法他行为，还要他所有的教导我们都要谨守遵行。
说完了。嗯。谁说没手？嗯。谁说没手？证明你没信。嗯。只要信的人就谨守这些了。嗯，是的，听懂了吗？嗯。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记住了，我手中既有假手就行了，完事儿。我所有上帝要求的义都在基督里，我只要住在基督耶稣里，所有神要求的义我都达到了。嗯，不是我达到，我凭信心基督达到的。嗯，基督是我的代赎者，我住在基督耶稣里，上帝所有要求的都在基督耶稣里成全完事儿。不是我成全的，是基督成全的。不是我达到，是基督达到的，是我住在基督里享受恩典的，我是白白住进去，基督给我达到，我就轻省了。这里叫我的大哥是什么？轻省了。我的恶是容易的，新的大哥是轻省的，新的恶是容易的，好不好？听清楚了吗？听清楚，别卡根都就忘了。听明白吗？再听听清楚了吗？清楚的。明白了吗？明白了，上礼拜的汤也卡一个，今天讲什么了？我问你，今天讲什么？我也不知道。那反正我就稀里糊涂信，就稀里糊涂听，讲啥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么说的？有没有？我讲了这么长时间，稀里糊涂信，稀里糊涂听。最后来个医官，完了这个医药哥又进去了，给你按手了啊，想想别恩高，按手就别恩高，别恩高就怎么怎么地了，要不要别恩高？不要了，他不就疼了？什么叫恩高？神医不是你怎么要你神医？圣灵恩高的大能，这句话错没错？错没错？错。怎么错的？圣灵恩高的大门，说明你我不信吗？错没错这句话？圣灵恩高的大门，圣灵是圣灵，恩高是恩高，圣灵恩高的大门，错没错？谁这么说的？圣灵有这句话吗？没有。圣灵就是恩高，恩高就是圣灵。这俩你不能把它分开，圣灵恩高的大能，宝贝石是圣灵，圣灵是宝贝石，对不对？主的灵和神的灵，圣灵、宝贝石、恩高都是一回事，对不对？只不过是一个为圣灵，也许多的名字，对不对？圣灵叫他宝贝石也行，叫他恩高也行。恩高的教训，恩高教训就是圣灵的教训。圣灵让圣教会说话，凡有哪个灵的就用上去，是不是啊？能不能把圣灵和恩高这两个分开？圣灵是圣灵，恩高是恩高。灵恩派干的事儿，灵恩派查不查圣经啊？那个歪嘴吹风又邪气，查不查圣经啊？我可以给你查七段到八段的经文，证明恩高是圣灵，对不对？他们连查都不查，恩高，恩高，什么叫恩高？啊？约翰愿意叫恩高，保罗愿意叫圣灵，彼得愿意叫圣灵，约翰还要在约翰福音还叫宝贝师，在旧约那是教师。那把这圣灵给改了，恩高是恩高，圣灵是圣灵，他俩是两回事儿。圣恩高等于圣圣灵，都是得能力了，圣圣灵还没得到能力，对吗？对，错误的，你们必领受真理的圣灵，是不是？嗯，你们从耶路撒冷等候。神必将应许的圣灵降在你身上，你就必得到能力。嗯，圣灵降在你身上就得能力，对不对？对。那么现在把圣灵和恩高的分开，恩高是恩高大能，有这个话吗？有没有？恩高大能有这个话吗？嗯，那来了，你能看到一下？你说家里去问我，让你读错解圣经，东方闪电来混乱主的道。灵恩派在这个时候也加点神的话，
随便的更改几句话。你说现在教会会不会混乱？没有一个坐下来的，来，咱把圣经好好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没一个坐下来的查圣经的。耶稣为我做见证就是什么？行，就这些。那我现在越过了这圣经，就在他自己发明是恩膏的大门。我看神的大锤把他脑袋给你砸了，神的话筒用大锤一样把脑袋给他砸了。谁改神的话就把他砸了，对不对？法利赛人那时候呢，就把上帝就想把上帝的整个的经文全部给改了，属天的变成属地的了，是不是？生命变成生活了，这个神的选民变成地上的选民了，是不是？就想在地上求个王，在地上就永远活下去。这是法利赛人错误的原因。耶稣来了，他们看见耶稣行神迹，拥戴耶稣，你做王吗？就在地上做王，我们今天就在地上活着过好生活，没有可能给我水。磐石能出水，干旱以后还怕了？耶稣是磐石出水，我要饿了摸个饼，两条鱼都能变，那就是死无变有的神。他们也信神是死无变有，但把神利用在什么地方？利用在生活中间了，对不对？不是要得生命了，把神成为他们保佑他们在地方的保家仙了，对不对？这是犹太人失败的原因。别走了，你就在这地上，你别什么，别走，就在这做完吧，用在耶稣，耶稣做，等耶稣一被定死架啊，什么能行神奇，怎么用死架？你救救你可以自己吧。临死大天才原来他这么懦弱，是个孬种啊，怎么被定死架了都没有反抗的能力呢？你要是神的儿子，从死架下来吧，忘了吃饼的时候。是不是？忘了在山上，耶稣是五饼二鱼，是众人吃饱的那时候。忘了找耶稣的时候了。现在看耶稣一定死架，马上反口就攻击耶稣了，是不是？这不就犹太人讲梦的山吗？所以这些话耶稣就来攻击那些犹太人了。谁叫你攻击我？罪死活该！反正不是为我死，你死和我没关系。他们是不是这么认为的？死了活该，你要是神的儿子有能耐，他将来成了他下来，证明他承不承认耶稣是为他死的？不承认。证明他接不接受上帝的救恩？不接受。证明他承认我自己现在在地上行为已经好了，已经良善了，不需要有救世主了，是不是？这就是法利赛人、犹太人，耶稣为什么来攻击他？再往下看，你所做的给人看吗？你所做的给人看吗？你看犹太人做的给人看啊。第五节，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上的穗子做长了，显筵席的守备，会堂的什么高位，又显人在街市上问他的安，称呼他们什么拉比。刚才犹太人就干这事的，喜欢名，喜欢利，喜欢嘛，都在哪里活着？在大众体里活着，注意看他干什么了？他们把做一切事都是为了给人看，是不是啊？见人看我多敬虔，见人看见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有没有这么干？祷告时不宜在人前祷告，你注意了吗？你注意有些人专门上这里祷告，回家不祷告。走道也不祷告，圣经保罗怎么说的？要随时随地祷告，是不是啊？是不是这么说的？不要分时间，有那个上教会的人正在那讲道，偷偷进来，坐那叫
咕噔咕噔咕噔在那咕噔一阵子。有没有人？有。我就怪呀。搁家干什么了？怎么就这地方有神？家里没有神。那些祷告为什么走路的时候不祷告？走路祷告可以不可以？可以。可以。在家里做活的时候祷告可以不可以？可以。为什么跑出来？这是颠。这个神的同在，家里没有神，这个天天祷告别人能看着，显得我多金钱呐、啊，有吗？你们看见过？看没看见过？你们看没看见过？这法利赛人这么祷告，故意在人前祷告，他们所做的一切事都给人看，叫人说我金钱。夸雷，耶稣说他们祷告已经得了他的赏赐了，是不是啊？犹太人就那种祷告方式，祷一祷告，两臂祷告，前方看一下谁看着我，祷祷告，把眼皮前面看，哎呦，有的，有的。是不是故意叫人看的？耶稣是夸张祷告还是不夸张？不夸张。耶稣说：“你们进到你的内里，祷告你在暗中，你父在暗中看见，必然报答。”马太福音第六章是不是这么教导的？对。那你怎么祷告的？在家里从来不祷告，到祷告会的时候，因为有的人那祷告呢，老太太裹脚布啊。不出床。不出床。不出床。哎呀！跟着屋里摔一圈是有仇有啥的。你看到老太太裹脚布？啊，看不看到？是。那简直受不了了，因为他祷告吓得地方怎么都不敢去了，一听他祷告，哎呦完了，这下完了。你平时有些问题你是在家祷告跟神同在，教会祷告的时候你不要弄那么老那么长又臭又长的，怎么想前八十年后五十年的都拿出来了，马上变甚至也认罪祷告，道空祷告还是这次祷告你别祷告了，心思意念里头的隐而未现的都拿出来了，祷告谁是祷告、嗯、现在教会这样讲道理善的人多不多啊？多多，我没说错，这个犹太人就干这个事儿的，所以不要效仿他的行为，硬装啊，他装这张简直的就装这都叫人恶心，信主就诚诚实实的好不好？因为耶稣讲的话是最好的，他就是那诚信真实的主，神喜欢诚实人，该怎么就是怎么，对不对？那个瞎子你看看，那些那个瞎子到耶稣面前怎么祷告了？大卫的子孙啊，可怜可怜我吧，完事儿就这句话，大卫子孙可怜我，你说啥？你祷告是那么短的，能给你成就吗？那大卫子孙可怜可怜我，我的眼瞎了。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们看我这瞎眼，你要我能看见？帽子有眼无珠的。耶稣有没有说祷告太少了？跪洗衣板求。”站在十字路口，站在会堂，有没有这么说？没有。没有。耶稣说什么了？耶稣说什么了？你们祷告不要效仿别人，不要效仿那些假冒伪善的人，是不让我效仿？你祷告模没模仿？看别人祷告的词儿好就模仿一些，再好再模仿一些。我告诉你，这样的祷告别人也不能蒙吹牛。你们天天找我，我怎么不解决？你什么不解决？
你那么总说你不解决，我来一回你说你不解决，怎么不解决了？你知道什么是解决吗？我查两段经吧，你看。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当时就说你们信的人是已经洁净干净的，是不是这么说的？是的。没信的人就对犹大说他不干净，你们中间有一个不干净的，是不是这么说的？等一会儿我给你查，这两段经我都给你查出来。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三节，你祷告的时候不用那么挺长的时间，你不凭信心祷告，你什么祷告主都不听，你把主当信使的，你祷告可能就两句话，两个字，主啊我信，就四个字，对不对？耶稣说你信我能做这事吗？他说主啊我信，眼睛啪啦两眼睛都开了，对不对呀？对。那现在我们非得这祷告非得长篇大论的像写文章下笔千言离地万里吗？啊，有的人祷告就像写文章一样下笔千言呐，说一千句话大如标准的，那文章写的什么大如标，前面那个序言写的比那后面那个内容写的多长了？有没有人这样写文章？我也做过文，在中学中我也做过文章。做过文章最忌讳的就是大如小本的，下笔千言离地万里。你要说的是叙述文、议论文，是不是啊？你要写哪种题材的文章？那你不能把你写文章的内容叫人不知道吧？你写文章是不是有目的的？好，你给你对象写信、书信的这个这样的题材，会不会写书信写过吗？写爱情书信写过吗？怎么着？你对你爱人表达什么？表达我对他的爱，对不对？对。用不用长篇大论的？不用。直接不会就进去了。我爱你，亲爱的，我想你。下面后面。就写你怎么想的，最近我都睡着觉了，是吧？写的这个会不会？会。吃饭的时候用不用来着？用不用来前面？用不用吃饭不用做动作？神经病！求告耶稣的名需不需要？来了，做起许多的没有必要的东西。没有，不需要。不需要，我们看啊，听清楚了啊！除非你听完了，你听了，我给你讲的，好不好？注意看第三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什么叫已经？你过去是干净，你不洁净，怎么不洁净？现在人已经洁净我们的心，这是彼得说洁净我们的心了。不分他们我们呐，都洁净，信不信？信。好，再看十三章，翻到前面，已经干净了，信不信？信。是啊，信再来还说我不洁净。你怎么信主怎么给你成就？你怎么信主怎么给你成就？你相信不洁净的，你相信我永远是对人，那就是对人，让你信给你成就啊，对不对？想你洁净，信不信？因为神是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就了，那你说我现在永远是罪人，信一百年都是罪人。这上帝好，我叫你是，永远是罪人。罪人难受不难受？罪人是判死刑的人，对不对？永远在监牢里的人，永远不能跟罪人说罪人。你现在被释放了吗？被了。你什么样的被释放？无罪的人。没有罪的人被释放了。这不简单呐！公安局会不会抓一个无罪的人放在法院里头，跟那里扣着扣手铐，给他监在那个监牢里头？会不会？不会。那你是什么人？别人。啊？不对。这简不简单？这个理简不简单？就这么简单的理，有人竟然把他抛弃了，这里头干净了，知道吗？你们因我所讲给你们的道。
清楚了吗？你怎么干净的？你倒干净，你心到吗？心到，心到就干净了。你没心到当然不干净，你总疑惑。嗯，经理说，疑惑的人不要想从头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啊，那能行吗？我再看一些经文，第四十三章。那你们好。第十六节，第十节，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干净了。”下面说：“然而不都是？”耶稣知道，知道什么？要卖他们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信，从起头。就没有小心，是不是啊？对不对？对。好，再看使徒行传十五章，这是彼得说的话，从第六节一直到第九节看一下啊。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是不是借着信呢？知道也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有没有圣灵？有圣灵，圣灵是圣的，你是污秽的，不洁净的。你接不接受圣灵？接受。”我家人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用因是信洁净了你们的奶。行，洁净了吗？洁净了。要说不洁净怎么回事？信了吗？这经文我能给你找一大堆呀，我还能给你找到看提多书。这经文太多了，没办法，我就找就找。你今天问我，我正在这中午的午休，你问我，我们再看啊，第提多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宝哥们，十四节，提多书二章十四节，宝哥们。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多少一切罪，又洁净我们，看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这里边说，又洁净了我们。特做自己的子民，是不是自己神的子民？是。什么样的人是神的子民？洁净的，洁净了我们之后，特做神的子民。那你洁净了没有？洁净了。洁净了。你听吧，好，再看你洁净了。听不太呀？第一，后书。提摩太的后书多书，我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找到吗？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
但如今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成了圣洁，没有，无可，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是不是？信心坚固，坚定不动摇，好不好？听懂了吗？你信不解禁吗？为什么我现在不解禁？你怎么不解禁？你心疑惑不就不解禁吗？对神的道产生疑惑，是不是？那么我们讲到现在，犹太人现在他不信，不信耶稣基督说他是谁的儿女？你们父的私欲偏行，不信的人行谁的旨意？行谁的私欲？行鬼的私欲？信的人行谁的旨意？神的旨意。信的是干净的，行神的旨意，特做神子民，洁净了我们，才是做神的旨意。那你说没洁净？你这已经承认成义了，这圣经多处经文，我不能给你一一的查。我今天不是查这个经文的，所以罗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的第九、第十一节怎么说的？我们从前都在当中间，如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的。你今日发生过的事是未发生过的事，发生过的事。那为什么在你们这个地方就不过关了呢？有的弟兄姊妹就在他那地方就不过关了，就倒在他们身上不过关了。我没承认，这怎么承认呢？这三次会这么讲的，你可别这么讲。我们还没洁净呢，正走在洁净的成正的路上，我们还没成义呢，地位成义呢，你可别这么讲，好不好？你这么讲就毁了你啊，你自己毁了，把别人也毁了一堆呀，好不好？一点面教那是全部都发行，这道要不要守住？要守住啊，恒心，好不好？守住神的道，就是洁净的。我洁净是因信洁净，因信主的道，主说洁净，那就洁净了。那主说洁净，我说没洁净，你听谁的？魔鬼说没洁净，是啊，没洁净，听谁的？谁说洁净？魔鬼说不洁净，听谁？撒旦屁股后面扯，从来都不敢。撒旦留着，留着不洁净的道，什么？那怎么信呢？记住了吗，弟兄姊妹？你信是洁净的，就是洁净；你信是成义的，就是成义；你信是得着的，就是得着。阿门，对不对？对。你信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你说不是神的儿子，是鬼的儿子，那就是鬼的儿子。照你的信给你们。上帝要的是什么？信是看不见的，非得要看得见的，不可能的。犹太人今天假冒为善，被耶稣基督定为假冒为善的文士反应，他是自己以为洁净的，对不对？他们以为洁净的，耶稣说你们是干净的，因为什么？我所讲给你们的道干净的，好不好？干净没干净？干净。圣洁不圣洁？圣洁。诚意没诚意？诚意。得救没得救？有没有永生？有。是不是神的儿子？是。是不是神的子民？是。完事。完事。成了。成就在谁身上？我们身上。谁这么信的谁成了？啊，这么多的英雄就是你怎么想？什么都可以忽略啊，这件事不能忽略，好不好？要脑子要承认，好不好？脑袋割下来也要相信，刀压脖子上也要相信，因为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一定要把它攥住，把它握住，好不好？叫魔鬼再抢去，休息一会儿。